哦，可能要，可能会输得好劲喎。如果而家冇得再继续。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睇 Baby Plays。今日我哋会玩多啲碟上 Play Up。好，今日我哋而家去到第11日啦，睇下可以加啲咩先。呢度有啲家居嘢，跟住，哦，呢个系咪多啲？呢个咩嚟噶？哦，我可以咁样转 ，OK， 但系唔知系乜嚟噶喎？呢个，哦，唔知咧。好，呢个好多 rug 喎 ，rug 广东话点讲咧？我唔记得啦。OK， 买呢个画先，呢个画令到啲人多啲耐性。摆喺呢度，呢度唔好，呢度好似就嚟跌落地咁样。呢边啦，跟住睇下上边呢样嘢系咩先。唔知呢个又系多啲 decoration。哦，咁都呢啲嘢唔知咩嚟噶喎。哦，地下，咦，几靓喎！跟住呢个，可以加啲，哇！呢个好似冬天喎，咁样呢个系花，接住呢个啦，跟住呢个灯，个灯可能几靓喎，摆喺呢度。咁，咦，买埋呢个啦，有得加，好，仲有46蚊，咁呢个梗系最紧要啦，有得玩飞镖又冇位，成个餐厅，我呢个餐厅要，其实系要成个餐厅扩大啲，冇位挤嘢啦已经。啊！依、這個飛鏢擠喺邊度好咧？都冇位，咁擺喺個廚房啦。等我哋冇嘢做就玩下飛鏢啦。但而家我哋去到第十一日，已經知道永遠係有嘢要做嘅。好，開始啦！馬上開始。煮啲牛扒先，切下啲菇，好摆低，落单啦。你要咩咧，先生？你要五成熟加个蘑菇，好蘑菇同蘑菇有啲相似，好。落咗单啦，俾咗落咗单又食咗，哦咁快走啦佢，好，咁洗地，如果我想用嘅地拖系咪要攞咧？系啊，要攞嘅地拖嘅，依样系紧要嘅，好啱晒啦，佢就要五成熟，已经煮好。可能已经冻冻地嘅啦，但佢唔应该唔知个分别。跟住再整多啲菇。哦，佢仲想食多啲嘢，睇下想食咩先。哇，食多个牛扒，啲人真系好有胃口喎。通常食到四分之一，嗱，食到一半到啦，就饱噶啦。我未煮你嘅牛扒，嚟紧，煮熟啲呢个啦，咁就会快啲。好，呢个摆开，跟住嚟啦，稍等。好，跟住洗碗啦，佢走咗，系咪俾钱唔使我喺度？通常喺啲
中餐厅要上嚟，诶、哎，等我煮好呢个先，要上嚟上去个 counter 前边度俾钱噶嘛？佢通常都系唔收信用卡嘅，就系收 cash， 可能有啲唔知唔想避嗰啲税啦，啲人好。繼續啦，兩塊五成熟，整個菇，這個整好帶出去，這個又好快熟啦。這個要用的地拖應該會快啲，嗯，有冇快啲咧？哎哎哎，快少少，哦。已经完成了，好顺利喎、啊！今日好，咁我哋继续下一个啦。我哋赚咗44蚊，睇下可以买到啲咩先。我、哦、依、这个买，因为我已经有一部啦。咁如果我整，如果我挤一个喺依度。跟住擠另外嗰部，另外嗰部擠喺依邊。跟如果有人依邊有污糟碟，我咪直接可以擠入去依度，係咪可以咁樣用噶？唔知咧，試下啦今次。跟住依個都係唔知點樣用住，唔緊要。可能而家依個。餐廳是不適合用的。哦，可以每次揸兩樣嘢啊！哦，要揸住先可以攞兩樣嘢。哦，我已經用曬我啲錢啦，快嘅，咁好啦，唔使再睇啦，開始下一日啦。好，煮嘢煮嘢，切嘢切嘢。哦，西開啦。好，可以落單未呢？好，你是要全熟的，同埋要個菇。好，呢度俾你啦。跟住呢度清理一下先。系啦，多啲人嚟啦，但佢哦，睇下依个得唔得先。如果挤嘢喺，哎呀，我入唔到去，摆错位，唔够大啊个餐厅。好啦，你要咩咧？好啱晒啦，我就系有，哎，就系煮定两个三成熟嘅，咁就可以拎出去啦。咁佢哋新兩位一落單之前，我就繼續煮多啲先。佢哋又想叫多啲嘢，叫咩咧？佢哋OK 雪糕好睇、哎。哦，可以即係佢哋個污糟碟喺佢哋面前，肯定會投訴啦。咁樣好，再煮熟啲啦，一個鐘。一個好熟，好熟嗰個係有菇嘅，咁攞個菇出嚟先，跟住唔好落單住，未有時間幫佢。一二三，哎呀，仲有手，擠開先，哎呀，好多人啊！跟住攞多个雪糕，哇！啲雪糕咁粉红色，肯定好多好多防腐剂。啊，嚟紧嚟紧嚟紧，唔好走唔好走。OK， 得。跟住呢边系要全熟。OK， 得啦。這個擺開先，
这个全熟加个菇就可以给这个客了。要洗碗，洗碗，哎，这门好真实啊，咁难可以先过得去。OK， 再洗多个碗啦，好。抹下地，切个菇，啲菇唔使煮嘅，啲菇应该要煮嘅喎，平时。好，落单，嚟紧一脚踢，唔该有啲耐性。好，跟住佢要三成熟，呢个应该系最后一个客哦，专心啲。煮佢个餐就得噶啦。哎呀，唔够专心啦，就系挂住扫地，唔紧要，有时间。好，可以拎出去啦。咁就应该系得噶啦。佢食唔食雪糕呢？佢要好似我都要雪糕，食完嘅牛扒。我落单啦！哇，唔系喎，食多块牛扒喎。好，嚟紧，马上嚟紧。佢周围都乱晒龙喎，系咪佢食得好舐啡咧？好，应该又系搞掂啦。第十二日，好好嘢，四粒星啦！就嚟变最完美嘅中餐厅噶啦，睇下先，左边系有多啲机会会叫多啲嘢嘅啲客，同右边就可以加一个蘑菇汁，会用时间去整，但系每一煲可以有几个份量嘅，咁加个蘑菇汁啦，咁样好玩啲，我多啲嘢做，因为我其实。太得闲啦，我喺度。好，哦，哎呀，等我头先冇读点样整先，整添。OK， 睇下点样整个蘑菇汁，就系加蒜蓉同水喺个煲度，滚，等佢滚，咁就整一个汤底啦，跟住加啲蘑菇落去。哇！即系好多步骤喎、哦，呢个就系啲蒜 onion 点讲咧？啲蒜蓉唔系蒜蓉，系蒜蓉系 garlic onion 葱好似，但系有 green onion 又有。可以令佢食快啲，嗰个另外依个多可以煮嘢快啲，冇哦，依个多个台，哦 no， 唔系多个台，我攞咗另外嗰边嘅台，依个多个台，同埋依个等佢可以开多啲嘢，哦，依个系啲话冇乜位咯，已经。等我摆个垃圾桶喺呢边，呢度都可以攞到噶嘛，系咁挤呢个呢边。如果可以攞到多一个炉去煮呢个就好啦，但系冇得拣呢样。咁留翻啲钱啦，开始啦。好，哎呀，我应该开始企喺嗰边啊嘛，咁。这个是不是这里加水啊？加水加蒜蓉加葱等它滚是不是？哦，怎样加啊？这样挤入去？不得的，它不是说水和蒜蓉吗？看看先。
系啦，加蒜蓉同水，系咪因为我已经摆咗落去个炉咧？再试多一次先，唔得喎，点样摆入去啊？嗱，OK， 我加咗，加咗水啦，跟住蒜蓉，唔系蒜蓉，葱点加咧？系咪等啲水滚先啊？等啲水滚。哎，唔知啦，啲客嚟啦，落单你要嗰、那个橙汁嘢系咪啲？系咪点样加啊？唔知喎、啊，唔知点加喎、啊，点算呢？怎样加呢？哎呀，大镬啦！哎呀，头晕啦，头晕啦！点摆落去啊？咦，啲水冇咗嘅。OK， 等下先，睇下先。嗱、啊，再读一读，加葱，加水，落个煲。跟住滚，跟住再，哦，我知点点解啦，唔好剪，唔好切啲葱啊，系咪啊？睇下先，呢个点样抌啊？等阵先，冇走住，我应该系要再试噶啦，但系咪直接摆落去？系啊，直接摆落去加水啦，系啊系啊。好 ，OK， 而家明白啦。而家点样开始咧？系咪 abandon？No， 唔好 abandon， 唔好 abandon。我、哦、可能要，可能会输得好劲喎。如果而家冇得再继续，哎呀，睇下先，尽量补镬先。嗱、啊，俾咗依个先，系啦，系啦。跟住系咪可以加呢个落去咧？系，跟住再煮一块牛排，煮好多牛排。好，呢、這个整好啦。咁加汁，跟住呢个牛排搞掂。下一位，两个牛排。哎呀，地下又湿又腍。哎呀，冇位置嘢啦，乱晒龙啦，冇位啊，冇位啊，哦、烧窿咗啦，我可能要灭火筒。OK， 唔紧要，烧窿唔紧要，冇人见到嘅。点样抌嘢咧？抌唔到嘅，乜抌唔到落去个垃圾桶嘅？哎呀！哎呀，点算啊？咦？哦，有沙律可以整啦。哦，又有披萨。啊，又可以再加多一个食谱落去，又可以加多唔同嘅 layout， 又可以喺哦，可以加微波炉哦。好，今日就系咁多啦。咁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